根基这边要处理的人太多了，他们的控制链，就除非根基占一坨，也赢不了，我感觉占一坨也赢不了，有点缺输出，到后面会输出会严重不足。不赖这个阵容，他们这是一个纯前中期阵容。蓝波先撒大，这边耗的不错，这边一亲没亲到，狐狸这个位置会被秒吗？狐狸被秒了，吃招呗。这位置来，这个大招放的不错，撒了痕迹之后，虫子被偷了一个，但林汉斯这边也走不了。超伟在干嘛？超伟，乔伟在干嘛？乔伟，弗莱这边的控制给的非常的足。哎呦，很来劲！我操，弗莱这边很来劲。我就说我们有黑科技吧，小伙子，追着这个 King 打。雷欧娜，哎，指上来了，一反向一个大。这边怎么说？这个位置赵鑫挑起来，好像死了雷恩斯，开送了雷恩斯。这边也被扫回去，一剑歪了，牛头一个二连被拉，下聊这么落地，看牛也走不了，完了，我操 ！Fly。喜欢打雷恩斯是吧？就你开大呀，赵鑫，好大这边。然后蓝布加里奥闪现一个嘲讽，嘲讽两个开你这边还有哎，这种闪现躲了一个这个吉克斯的大，这边拉两只加里奥活不了了，牛头要退一退，吉克斯跑起来了，先往后退一退行吗？这边被亲了吗？牛头要没被亲，没事，这边回去吃龙，这不打赢了兄弟们，吃龙。哎呦，你看这小表情，兄弟，那老像憨豆了。把线处理一下，这萨勒芬尼很懂，直接踢正面了，帮艾希抢线行吗？别他妈在那蹲了，你看看你对面的人怎么做的。这边好一剑，哦呦，快要破耳子，这边的话被打入进化，没有闪，做的太对了，但是他能活，他死不了，没事打别的。这边的话萨勒芬尼打不了好了吗？开下 W 求你了。这边加里奥还能往前走，没事兄弟，把他放他走，压一下中线，有点拼打大龙。你们没有必要这么拼，优势已经很大了。这边的话，哎，打的好像不是很慢，但这个位置会很差。狐狸怎么说？这个位置蓝魔有大吗？没有大，这你要强行过来操作一波，好像没有操作空间。你们做的对我的了，要不说你们打世界赛，我在家解说呢。这边的话怎么说？这个位置牛头先顶走狐狸，闪现一个 Q。这边金克斯没状态了，牛头先送了，加疗大招逃命。但是龙魂这个位置好像吃不到了，好奇呀，大招全交完了，这波不一定会赢啊，先打一下蝎子，慢慢打，别急，最好能拖一下，等大招好，大招全交了，弗莱，就剩牛头跟就两个关键的控制大招全交了，这波根基可能要跟你打了。但这波还是弗莱优势，哪怕没大招也是弗莱优势。现在很关键的一波团，就如果按我刚刚说的话，弗莱应该是天大的优势，现在的话可以拼成了。完了，这波要炸。加疗这位置脱节被拉了吗？加疗有金身还可以，先把龙吃了。加疗这位置他一夫当关，他太强了兄弟。然后呢这边只能退进去，金克斯在猛输出。加疗这个位置怎么说？赵信闪现挑起来佩子这边要被秒了，弗莱要赢了。30分钟一波团结束比赛。这把开用打得太臭了兄弟，他怎么能大招拉这个有金身的加里奥啊，他为什么能大招拉这个有金身的加里奥啊？开用这波啊，兄们 ，What are you doing? What's this? 这波机会已经很大了，根基就是方 fly 这个阵容，他如果要是按我刚刚说那样运营的话，这波团进去连手都还不了，就是象征性的走出来。就象征性的走出来，然后被打爆，然后基地爆，就这么简单。哎呦 ，Let's go！
B bubble，NB B bubble。